装男行吗？哎呀，这工地上面一个人都没有啊，灰也没有开始弄，是不是来早了？还是今天不开工啊？老师开个工啊？你问他看。没得动静呢，他说油漆师傅呗。那打老婆电话看，我跟他打个电话看看是么情况。给他打个电话看。嗯，已经开始搅灰了。今天天气阴沉沉的。把带个锹算了，我先带这个锹。我们是这边用这个吊车往上面吊的，龙门吊。南昌又着急。好了，灰上来了。好了，要下班了。下班了、啊。厉不厉害？厉师傅厉不厉害？哎呀！今天把三楼都抹完了。楼梯也抹了。我建材放平了。哎。楼梯呢？快起班了。我的妈弄的吗？拿推子呢？啊，推子是吧？嗯。看一下妈妈做的什么好吃的。炒的。一样。那是芹菜。皆逢生，太逢生了。也蛮逢生的。你这湿气儿贵没？那到楼顶上吗？嗯，铁心不要紧。哪可以？我总算有点钱。抽兜，包菜。小姐，我看到你在这看，后面的时候。